谢谢我们线上和线下的每一位朋友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晚安了。好，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Thank you.
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、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、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。
局、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、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、上海市虹口区消防救援支队、上海虹口足球场的大力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而且我们今晚的六华十五周年演唱会能让线下线上这么多朋友看到，要特别感谢 TME Live、腾讯音乐超现场以及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，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、独家宣发合作伙伴微博音乐、新浪音乐、微博演出、新浪演出、独家传播合作伙伴新浪娱乐、微博明星。也谢谢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有你们的付出才有今晚这么棒的舞台。好的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，接下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有花语，花语是坚强的爱，永恒的爱，一生的守候，就像是我们每一位粉丝对我们乐华娱乐的爱一样。让我们一起献上一首《我栀子花开》送给大家。谢谢我们线上和线下的每一位朋友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晚安吧。好，我们跟大家打，大家开心吗？好，我们现场的观众按耐。所有艺人，也谢谢我们线上和线下的每一位朋友。